主料黄豆芽500克，红辣椒3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洗净的黄豆芽放入适量的油，放入黄豆芽翻炒，放入适量的盐，放入红辣椒，炒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烹调黄豆芽切不可加碱，要加少量食醋，这样才能保持维生素 B 不减少。烹调过程要迅速，或用油急速快炒，或用沸水略炖后立刻取出调味食用。加热豆芽时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时间，八成熟即可。没熟透的豆芽往往带点涩味，加了醋既能去除涩味，又能保持豆芽爽脆鲜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